哦，这车已经卖了是吗？对，昨天刚卖的，吉车已售。对，还有一些粉丝朋友特别关心的就是如何在二手房车市场当中捡漏。好的，那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像这台车啊，这台车的话，它是上牌才一年的时间，行驶了几千公里，但是像这种车，我们的一个售价的话，它是比新车省了十大几万。像这种车就是一个捡漏车型，但是很少，不多见，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就得下手快一点。这一台卖了，我就没有了。这个要捡漏的话，必须下手快。对。周经理，咱们这个二手车市场现在这么火热，那有买的这个很多人，自然就有很多车源。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卖房车呢？成为二手车？要卖二手车的有很多种情况，我们大概简单的来介绍几种。大家在买它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我们提前想好它停了，这是我们购入房车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停车的因素。有的人是比较有钱，玩了两次之后不好停了，或者就把它卖掉了。还有一种是不合适，不适合自己，所以这在我们购入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我们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在我们旅行当中，我们也碰到过好多车友，他们就是在一腔热血买了个车，然后玩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房车旅行生活的方式他有的时候感觉比较累，或者他不是特别的接受，或者觉得不适合，然后他也有产生了卖车的想法。对，确实这也是一种。对，一定要购车之前想了解了解，要了解这个车辆，了解这个房车生活，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再购入一台合适自己的车。而且我特别推荐房车这样，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就是有一些小问题其实是很好解决，但是大家要能够包容它，所以说要有一定的一个动手能力，最好再去考虑购入房车。最后一个就是换车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咱们这一台车，这台车也挺新的，它也是不到一年的一个车型，车辆的磨损情况基本上没有，但是这个车主呢，他又换了一辆更大的车，他换了一辆双拓展的车，所以出于这个原因他要把这辆车处理了。房车太多了他也没有必要，是，所以说出于换车的原因也是一个原因。对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周经理，就是在你这个这么久的二手房车市场的这个经验当中，你经历过卖的最便宜的二手房车是多少钱？我大概在去年的时候碰到过一台，它是一台皮卡类型的房车，开了几年了，然后它的一个新车价，当时他买的应该是30万，现在的售价是6万块钱。6万块钱。但是这种车很少的啊，不会是常有的，很少。还是比较比较稀缺的啊。对对对，很少，因为房车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常见的品牌的话大概十几万二十几万会多一点，会多一点。对的。特别感谢周经理，哎，那个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粉丝们关心的问题。哦，不客气不客气，欢迎福旺哥和粉丝们有时间来这里玩一下，我们这里也是一个免费的注册地点，免费补水补电，是个营地窝窝。okay. 好不好？好嘞，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好嘞，好，经常来玩啊。好，再见。刚才和周经理询问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个人感觉现在买卖二手房车还真的是比较火热的。至于买新车还是买二手房车，我想各有各的优点和不足，一定是见仁见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所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是否适合来做决定，还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最重要。这就是福旺家的房车生活，你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请关注长按点赞支持我们，我们下期再见。